志谦，我问你哦，你有闻过阿翔的头皮吗？好像有哎。那你觉得是什么味道？屎臭味。一股屎臭味，对，他头皮真的超臭的。不用再说了。你要演多久？我真的受伤了。所以那个阿翔是你吗？不是，好像是一个吧，不是。所以到底是你吗？好，对，是我。是你。好，不用再说了。那让我们欢迎志谦军人带来的。我真的受伤了。喂，到大家好啊。大家好啊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要唱一首比较伤心难过的歌，请大家可以融入，带感情融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志谦不要哭。好，不要哭，好。谢谢大家。